那世间的快乐很简单，大家念一下：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啊，这很简单的道理，啊，你要别人对你笑，那你首先先笑，他就笑了，啊，你要有钱，那你就帮助贫穷人，你会有钱，就像这杯水一样，这杯水为什么会变甜的？因为你加糖，它就变甜的。 这是佛法很特别的，人是自己生命的主宰，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，人是自己外表的雕刻师，一切都是自作自受，所以佛法比较符合科学原理，啊，所以它变甜的、变咸的、变热的、变冰的，是因为我们给它一个条件。 啊，给它加热，给它放冰箱，所以它改变了。所以因为如此，每个人都很想了解自己，进一步改变自己。啊，所以一个人为什么长得比别人漂亮呢？特别女生很关心这个。为什么我妈给我生出来就长得这么不好看呢？你还会怪妈妈？事实上，这个不是佛，也不是神给你的。在佛教讲，这是你自己制造的。 一个人，注意听哦，不生气，经常供养人家花，让爸爸妈妈看到你就会笑，那你的脸就会漂亮啊。因为你这个人爱骂人、爱生气，所以你脸就不漂亮，就很简单啊。所以我想，每个人都是自己在制造自己。那我讲到这个地方，那各位，你希望发财有钱要怎么办？不失钱嘛。 啊，布施钱给最需要的人。第一个，你的爸爸妈妈对你很有恩，所以各位，你拿一千块给儿子花，那那那个叫可能中国人叫讨债，拿不回来的。<laughs> 但是你布施一百块给爸爸妈妈，最近你可能会多赚十万块，因为爸爸妈妈的恩德对你很大啊。所以了解这个道理。 那你不施钱，中国有一句话，佛经说了，来舍一得万，啊，你你以慈悲心、感恩心布施一块钱，那事实上就像一个小的种子开花结果，将来你就多赚一万块。所以有钱人的个性很简单，他就是喜欢布施。所以早上我在车上讲，老实缴税金也是布施哦。 因为英国国家福利很好啊、哦，早上我们去老人院说，哦，都不用缴钱，都是国家给钱。事实上是我们老百姓付的税金呐、啊，啊，所以如果你付税金，你不要以说国家要我税金，你要想说，我赚很多钱，我付比较多的税金，这样国家福利、老人、小孩、教育都会好，那就是不死了，那时候人快乐了。 所以你赚越多钱的人，你等于布施越多，因为国家克你税越多嘛，你应该很快乐才对啊！所以心态改变命运，所以我想你要有钱。